象征着纯洁，也象征着这个浪漫的氛围。那希望能够迎接我们的台南市民以及我们全国的民众，可以来到台南，来看看我们这一个美丽的灯海。那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的活动期间是到3月27号，那5点半到晚上10点，就是我们点灯的一个时间。那我们这个花海很特别哦，白天来拍很漂亮，晚上呢点灯之后呢，拍起来又有另外的一个风貌，真的很诚挚的欢迎大家来哦。那来到这里，因为适逢防疫期间哦，所以我们也在这边跟民众做个呼吁，我们的整个进城活动路线呢是采取单日入口。遵守防疫的规定之外，这个所谓的防疫的距离也请大家要千万配合。那另外呢，如果您有带着您的小宠物啊、小动物们来到我们这一个园区哦，也希望大家千千万万帮我们小心哦，因为有时候啊，我们的小宠物们很开心的跑进来我们的园区里面了，那就会让我们的花儿哦受到一些伤害哦。所以在这段时间也请大家要特别哦，帮我们注意留心一下，除了防疫的规定之外，啊，也帮我们爱护这一片啊美丽的花草。那在这里呢，也诚挚的邀请大家，在这个风和日丽、最适合旅游的一个季节，来到台南，来我们的市府广场前面的西大广场走一走，你可以看看美丽的这个花海。那同时呢，也享受在散步在风和日丽的阳光之下，这个美丽的台南。谢谢。